然后这个人在洛夫进行方差的第四纪元。哦，哎，人物的比例是正常的耶，妹子也很可爱。能出现呢，放招。打完了，我所有人的招式都没有看嘞，我只有看两位而已，不公平。哎，不过，哇，他动得好丝滑，我喜欢。这是召唤殿堂，那我看看元君是谁，紫色瓶子的，点，是挣扎，就是这位角色啦。刚刚那位豹女，一至二挑战。越挣扎越痛苦。这边要属性克制啊。啊，这个 life 2D 啊，再加上角色的动作，其实真的好丝滑。哦，还不错哎，他动的幅度很明显呢、啊。越挣扎越痛苦，还可以进行强化，一键填充。进行战斗。战斗还不错吧，很有品质哈。他实际声音演示出来是很棒的。嗯，神话级魔法高山。又多了一位角色了啊，第四位。不要轻视仇恨的。一往无前，越挣扎越痛苦。又一位啦！哎，那不是一样的吗？所以豹女这位角色是怎样重点培养的？所以要升阶他的话，你还要再有三名肥料耶，对，升了。一至五，后面的角色的大招都没机会看到，敌人就灭了。越挣扎。越痛苦，生在教里，女仆妹，啊，还在继续打、哦，有没有 boss 之类的、啊？那我们全灭了。新的角色，成为真理的信徒。我的剑经久而优雅，成为真理的信徒。
这个萝莉是奶妈啦。我看一下其他地方吧。哦，他给了我什么啊？30抽欸，还有阵营召唤券，他给好多哦，怎么那么佛？那我可以抽了吗？来，哦，金色，有金色吗？它金色就是出紫色吗？再来一个20抽，20抽没有共估，再来，有了，妹子妹子妹子，好便宜。哇，不是妹子啊！哎，不是还有一个阵营的吗？还没解锁出来啊，阵营的。这里有阵容推荐你，英雄的情报。越挣扎越痛苦。好了，打关卡了。可以派几位上阵啊？我们派。黎明结束黑暗，我将保护脚下的每一寸土地。终将到来。黑暗，希望仍在，想吞噬一切。让月光，没啦，就这样。不派妹子好了，好吧？风在降临。哦，好硬的，硬邦邦的妹子。其他的玩法还有什么啊？福利活动，等级礼包，然后这是任务日常，王城，信念之锁，有一些都还没有解锁啊。名人堂，随便玩玩，看他随便玩玩，战力就那么高了。第二名的，第三名呢？哦，全部紫卡了。好了，不然就玩到这里好了。本次影片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。